Para hadirin hadirat sekalian, belia gele, tai megele, sakotila, sakotile. Rubenandri die pe adrigo, imbame sugo, erulum wago. Salam jatro, salam harapan saya ucapkan kepada semua. Saudara-saudari, kewe ansuan de siongdi ya jiemei men, dajia wansiang ho. Malam ini adalah hari Malaysia yang ke-59. Tanggal di 16 hari bulan September tahun 1963. Tubuhnya Ibu Pertiwi tanah air kita yang tercinta ini, iaitu Malaysia, tanah tumpah darah kita. Jiwa dan raga tetap bersama untuk membina satu impian, satu keluarga. Seperti negara ragu yang kita nyanyikan tadi, Ali, Akau dan Mutu kita kawan selama-lamanya. Melayu, Cina dan India kita bukan saja kawan, tapi kita adalah sanak saudara. Kita adalah anak Malaysia. Sabah, Sarawak juga merupakan saudara mara kita. Maka malam ini menunjukkan di AP, menunjukkan jamuan makan malam perdana untuk kita semua mengikati. Ini adalah tanah air kita, Malaysia, milik rakyat Malaysia. Malaysia milik seluruh anak Malaysia. Kewe, 今天我非常的感动高兴。 大家刚才听了这一首阿里阿告和木渡，这一首是网络红曲，在这一个网络上超过几百万的点击。三大民族阿里阿告和木渡，其实我们都是一家人，其实我们都是马来西亚的儿女。只要我们不分彼此，只要我们同舟共济，只要我们守望相助，只要我们团结互助，马来西亚 将是全世界最强盛的国家。我们是一个非常得天独厚的好地方，只是没有一个好政府。我们不需要像有些人用脚投票移民换国家，我们也不需要像共产党一样枪杆子出政权。我们只需要来届大选一人一票，全民投票，改朝换代， 换政府或建深空，全民欢喜就好了。这就是民主的可贵。刚才我的同志们，包括秘书长都跟大家分享了整个安顺火箭团队在过去这么多年这四年来所做的点点滴滴，所给大家的建设。我们承诺要给华小制度化拨款，我们讲到做到。我们 承诺要通过国会来拨出独中制度化拨款，我们讲到做到。我们承诺要打造改造安顺斜塔，变成百年辉煌金塔，我们讲到做到。我们承诺要点亮河堤，让安顺成为一个更宜居的城市，我们讲到做到。我们承诺要在安顺最大的马来干泵改造他们的码头，我们讲到做到。 我们承诺要把安顺一号码头变成新的打卡景点，我们今天也讲到做到。今天大家想想看，我们是反对党，还不是做政府，我们都可以做这样多东西。就好像秘书长刚才陆兆福说，只要如果换政府，我们既可以做的会比现在做的最少多一倍以上，最少多一倍以上。就好像刚才 公账会主席黄家和在这边告诉大家，2019年短短一年，我们执政的时候，霹雳州的华校的拨款，甚至于高达2559万。今天我们三名国中董事长陈宏基老前辈都有在这边，他可以见证。我每次看到他就交钱给他，就交拨款给他，这个是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只是霹雳州 当时我们的计划是一年拿2000万，但是现在我们算了账，是有多没有少。 2019年西蒙做政府一年，霹雳州华校就拿到了2559万。
大家想想看，如果没有喜来登政变五年的话，霹雳州华校、华小、华中、独中可以拿到多少钱？最少拿到1亿。从此以后，霹雳州的华社、安顺的华校基本上是不需要再筹款，因为有希望联盟做后台，有西蒙政府做靠山，华社就可以获得公正平等的待遇，不需要再看人家的脸色，不需要到处去筹款，让我们的学生非常的辛苦。所以各位，这就是多元开明的重要。而今天我们站在这边跟大家见面，其实今天早上呢，安顺也有一件大事的，就是呢霹雳州州务大臣纳都沙阿拉尼也来安顺，但是他不是来三明，他去市议会礼堂推展所谓的国政大选机制啊。现在国大党跟马华打到乱，每个都想抢要来打安顺啊，他们认为他们有机会赢，我交给人民打分。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的，就好像去在货店买东西，我们要懂得货比三家才会不吃亏，不怕货比货，只怕不是货。今天马来西亚的政局有三家大家的店，来届大选我先告诉大家，它不会是一对一，它是甚至于是三国演义、啊、曹操、孙权、刘备、楚国、魏国、江东，可能也不是三国演义，可能是六国大风向。马来西亚政坛正式进入了战国时代，秦齐楚汉韩赵魏。安顺国会选区来届大选应该是最少有五角战、六角战，非常热闹、啊、有西盟、有国盟、有国政，还有沙巴的瓦利萨，还有老马的 GDA， 还有一大堆、啊、不知道哪里来的马卡萨蒂、啊、什么党。所以大家会准备好，会非常热闹。但是不管多少个对手来，我们行动党在安顺就是四个字：拍戏不照。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刚才我说不怕货比货，只怕不是货。今天马来西亚的政局，巫统的周主席早上来推展所谓的大选机制。巫统国政代表什么？今天的巫统就是代表贪污腐败。纳吉一坐牢，全马人民普天同庆。我还有一朋友啊，旺里旺厂的老板，那天纳吉坐牢以后请我去他的厂，我以为他的厂庆祝50周年纪念，哪里知道一到门口他摆了9头烧猪。我问他做么这样多头烧猪，他说庆祝纳吉坐监牢，因为509漂洋过海爬山涉水，那一票投下去值得了，合适了，因为有大家一人一票全民投票改朝换代，你才会看到贪官逃不掉。所以要来届大选要记得一句话：回家投一票，贪官逃不掉。只要大家一人一票，西门重新上台。刚才黄嘉禾讲的91亿的仗剑丑闻，还有这个多最新的三艘 OBV 7亿4800万仗剑，另外三艘巡逻舰的丑闻，我告诉大家，西蒙一上台肯定查到完，查理三百路邦扎进一度对 rakyat yang mereka sakau kita ambil balik kasih balik rakyat supaya kita menegakkan keadilan demi seluruh rakyat Malaysia。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今天很多人说不用投票，我告诉大家，来届大选是华社的生死之战。你看明天的报纸，新州之报、哦、今天明天的报纸的独家报道，新州在前几天进行了全国华裔选民的这个民意调查，有74%的人认为现在不适合举行大选，今年不能大选，因为11月就是全国大水灾的时候，气象局也已经预测11月到12月，马来西亚有6个州可能会面对水灾，包括我们霹雳州。
这是我们必须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地方。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新州所做出的民调里面有 78.9%， 几乎高达 80% 的所有华裔读者都告诉新州之报，来届大选他们一定会出来投票，他们一定会回家投票。这一点证明了华社的政治醒觉还是站在最前端的。我们要记得中国大文豪鲁迅曾经讲过一句话，我们在国家安身立命，一定要记得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这个国家是我们的，这国家不是一个种族的，不是一种宗教的，我们绝对不能够让贪官污吏继续鱼肉人民。我们要选的是一个反贪倡廉、告别腐败、打击贪污、真正反贪苍蝇老虎一起打的政党，就是民主行动党，就是希望联盟。唯有很多人说我跑安顺的时候，很多说安迪跟我讲，哎呦革命安静真正派耶，没累啊，连老公现在给的家用都不够用，猪肉啊今年一年里面起价不是一次，今年里面已经起价9次，明年过新年要吃纸包的烧猪了、吃不起烧猪肉了、我们的马币自从喜来登政变过后、我们做政府，陆兆福做部长，马币对美金是 3.98， 两年过后现在是国政、国盟、乌统、马华、伊斯兰党做政府，马币对美金从 3.98 跌到 4.53，短短两年多跌了 13.25%， 是其中一个贬值最严重的货币。这一个情况是一牵一发而动全身，马币一贬值，我们马来西亚的国政国盟政府完全没有对策，只有一招万变不离其中，就是起银行的利息，从 1.75 起到2，再起到 2.25，然后现在起到 2.5， 9月、11月要开会要起到 2.75， 年尾要起到 3， 然后整个以后贷款公车公务最少6到6.15%，每个月多还几百块，人民越来越辛苦，货币越来越贬值，物价越来越高。所以国盟国政做政府，人民过得真辛苦，改朝换代还政府，火箭升空，全民欢喜。我们不是没有给过国政机会，马华乌统做了60多年，林吉祥20岁做反对党，看马华做政府做到80岁，今天还是马华做政府。今天这一个由魏家祥领导的马华工会替华社有什么建设？口袋里抱着几十亿的党产，有吉隆坡安邦的黄金地，有这一个新报的上市公司，可是还到处向华社筹款，到处向华社拿钱，捐给马华建医院也没有的扣钱，也没有的扣税。各位，其实我们是支持金宝拉曼建医院，但是建医院我们要政府最少1元兑1元，因为你是执政党，做政府就要有政府的榜样，对不对？你不是做反对党吗？你是做政府，你是做部长，要像陆兆福一样，铁道局的地令白宫和三民独中，都和三民独中面共安的姐，你虾都搞了。所以三民可以拿到门口那块地，三民安顺是全国唯一一间获得铁道局土地的华文独中，全靠陆兆福为民造福，全靠大家手中的一票带来的改变。不然三民独中今天门口不用想啊，校长你还是要面对很严重的破车问题。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我们做政府，你就不只是这一块地了啊！我告诉大家，就好像我从今年年初啊，这个农历新年我就开始追魏家祥，我问他，公公你到底几时欠独中的钱要还？
问初一问到十五，他不敢出声。元宵节过了，我又在等清明节再问他，他又不敢出声。端午节我又问他，他又不敢出声。现在中秋节都过了，问他，他还是不敢出声。不过我现在知道，他今天知道，我今天晚上要安来安顺开讲，一定是录他录到够够力。我听说下个礼拜读中可以拿到1500万，那就是火箭一直追，追到他没办法才要给。但是各位，他现在给这个钱不是像我们呢不一样啊。我们当时给陆兆福刚才讲得很清楚，我们当时给是通过国会预算案，白纸黑字，历史上第一次把华文读中peruntukan kepada suara正式列入国会的发展开销，是堂堂正正光明正大的。现在国政给读中是偷偷摸摸不敢见光，财政部长说给了校长钱1500万，你拿了钱不要出去讲啊，好像偷情一样见小三，不可以讲的，拿了钱不能讲，因为怕有人会敏感，其他种族会敏感。你可以看到吗？行动党是当家又当权，马华是当不当家也不当权，做了政府连给读中拨款也要偷偷摸摸，不敢通过国会来白纸黑字光明正大的来做。我们当时不只是给读中，刚才已经说了，华小每一年，我们知道华社筹款很辛苦，所以张念群每一年拿2000万出来，做不到两年拨了4300万来建新的华小，让华人不用再去筹款建学校，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去哪里建，哪里华人人口密集多我们就在那边建华小，捍卫母语教育，这是义不容辞的事情。当时我们最得到最大好处的就是安顺，安顺12B 华小是当时西蒙新政策之下全国拿到最多拨款的，就是12B 华小，一间建校就拿了150万。这个是所有12B 的同胞们他们都非常清楚，也是大家用选票改变所得来的力量。我刚才告诉大家货比三家不吃亏，是叫给今天晚上跟大家分析，因为时间不多，我们今天我这边讲完，我是用凤凰台跟大家讲，等下还有两个压轴演讲者，一个是逍遥自在好地方美丽乡镇四根庄的黄瑞麟议长，他等下要用333 Hokkien 台给你讲哈。过后还有我们安顺之子邱光耀博士，他要用310瓦雷台同你讲，行动党叫瓦雷基，国阵叫瓦基雷哈，这个就是我们不同的地方啊，明白吗？所以呢，我讲华语台，等下有福建台，还有广东台，这就是行动党多元、开明、进步不一样的地方。各位，我告诉大家，来届大选，你会问到底什么时候选？哈哈，当然每个人都会问这个问题，我知道啦啊，来届大选随时会来，我们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我转昨天晚上已经跟霹雳州中华大会堂、霹雳州中华总商会、霹雳州董联会达成共识，共同合作推动一人一票全民投票运动，号召所有的人一起出来投票选政府，这是民主，这是人民的权利，千万不要放弃你手中的一票。来届大选有2000万的合格选民，因为这个是第一次18岁以上自动登记选民制度实施的一次。我们目前的政局到底是怎么样？有人说雾里看花，看得好像迷迷蒙蒙，其实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今天是马来西亚日，马来西亚是多元民族的国家，但我们必须从小团结走向大团结，小团结先团结华社，过后再团结其他民族，才能够真正团结所有的马来西亚人，这一点是我们的战略部署。要怎么团结华人？我们用选票来表达我们的力量。华人在各国家是少数民族，我们只有25%，25%就是少数民族。谁叫你生孩子不够人家快？人家的孩家里面有一堆排球队，有的有篮球队，有的甚至有足球队。现在华人生孩子一个比一个少，生两个当作宝，生三个不得了，生四个都关中要主，生五个都为国争光，对不对？对不对？
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扮演关键少数的角色，我们的选票还是可以改变国家的政治版图。为什么？因为这25%目前，你可以看到马来社会群雄并起，马来选票进入了战国时代，已经不是一对一，也不是三分天下，马来选票目前是四分天下，西盟、国盟、国政，还有老马的本庄，最少四分天下。在马来社会群雄并起的时候，华社的选票就扮演了关键少数的时候。各位，我必须告诉大家，说白了，讲真话，政治就是人头的游戏。你的拳头不够人家大，人头不够人家多，你唯一的出路，唯一条生路，就是保持团结，保持集中选票。就好像华总会长丹斯利吴天权昨天讲的，他要求全国华社来届大选投票，千万不要分散选票，因为一分散，你就两投不到岸，选票一分散，你就赔了夫人又折兵。你现在25%，一些给火箭，一些给民政，一些给马华，最后这个拿5%，这个拿6%，这个7%，你就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我们这一次要支持的就是多元种族的政治路线，不要回教党的神权政治，不要巫统国政的贪污腐败，我们要清廉、开明、多元、进步的政治力量，就是希望联盟。这25%靠向谁，谁就做政府，听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你不用听啊，魏公公跟你讲，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告诉大家啊，哇，真人面前不讲假话。投资呢，如果你是买股票、买基金，我就跟你讲啊，比如买富贵山庄的墓地也一样啊。今天有富贵山庄的这整班代理也买票来支持啊，你就不要只买骨灰塔，你要懂得买墓地，有买有地的，有买骨灰的。买股票也是一样，这边买 Maybank， 那边买大众银行，这边买 RHB Bank， 另外再买一个 Gina India Melayu Bengali Bank CIMB Bank 啊，这样你把鸡蛋分散了，这个股票跌，那个股票起，你就不会输到完，对不对？但是啊，听好来，政治不是这样的吗？政治你一分散以后，华人票这边5%，那边10%，最后青西瓜打水一笼飘，一场空，会听吗？我们只能够把选票团结起来。你25%，把42、45支火箭、50支火箭全部送进国会，谁要做政府，就要跟火箭谈条件，我们就可以要求新政府承认统考制度，我建华小，不要再有二等公民，这样才叫政治力量，明白吗？会晓未？会知无？知了啊，安顺可以好势啦，会使无啊？所以我告诉大家，你不要傻傻的听马华骗。今天马华做政府啊，对不对？啊，其实我告诉你，他说他现在输到完了，全部都是火箭赢，不是的。我的老朋友魏公公，我那天跟他讲，其实现在是马华最强大的时候。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扮演关键少数哦。他当年一个魏家祥，一个黄志森，两个马华就可以决定谁是首相，对不对？他当时是关键少数。如果不是因为魏家祥、黄志森两条水去支持马哈丁做首相，马哈丁怎样做首相？就是差那两票而已啊。当时如果马华站稳立场，抱住原则，决定不支持喜来登政变，马亚丁怎样做首相？但是他并没有扮演关键少数的角色，他也不敢，也不能，也不会利用这一个关键少数去为华社争取更多的权益。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魏家祥做部长，做了部长又怎样？华社得到什么？他不像沙巴沙劳越，沙巴沙劳越就厉害了，狼都高了。他知道中央政府要靠他，所以就整天呢，跟中央要这个要那个，从这边拿，能不能那边拿，一直替自己争取权利。
马华就不敢，也不能，也不会，他只想自己做官，瓦积累，瓦积累咁多，所以佛经叫瓦雷积，哈，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各位，今天大选随时会来，当然有三个可能：第一，10月7号财政预算案，啊，就好像《新洲日报》说了，10月10号国会解散，我们要做好准备。第二，很有可能解散的日期什么时候？明年1月21号华人年初一，国政政府不要你们的孩子回来投票，他就2月解散。你的孩子刚刚回来过年吗？对不对？吉隆坡、新加坡、哥伦坡，什么波全部回来，外波全部回来，刚刚才回来，又叫他回来安顺投票啊！3月他跟你选举，就是不要你们华人不要回来投回家投票，这是他们的政治谋划、政治阴谋。第三，也有可能的就是做到明年满，明年7月15号，7月15号就是我们现任首相伊斯麦索比里的告别演唱会。啊，这一个家伙啊，虽然我告诉大家他是我的学长，我在马大念法律系，他也是，但是他这个学长真的有点差了哈。很多东西我不要讲太多，你们自己看。最够力的就是他去到美国白宫见到美国总统这个拜登。如果是陆兆福去美国总这个白宫，他看到拜登，他就会跟你 Your Excellency Sir, How are you? How do you feel?Can you bring more investment to Malaysia? We need high technology. Oh, this and that, this and that. 我们那边的这个首相去跟美国总统跟他讲 apa khabar, Encik? Kamu faham saya kata apa, kan? Faham. 然后他回来说，拜登对他的演说非常感动，非常明白。你相信吗？这个是广东人讲啊，鸭鬼食豆腐。我们今天，我上个月跟我们前贸工部长丹斯里拉菲达阿基吃饭，他的鸟都够力啊！拉菲达呢，你喜不喜欢？他至少啊，当时啦，我们有三个部长，一个是萨米维路，啊呦呦，萨米维路今天早上出殡了，他已经去富贵山庄报到了。第二个是我们的口水王林敬益，啊，口水多多林敬益啊，对不对？第三个是铁娘子拉菲达。这些都是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拉菲达跟我说，他做国际贸工部长 MIDI 的时候，他曾经下令所有贸工国际贸工部的公务员全部要讲英文，全部的公函要写英文，因为你处理的是国际贸易 International Trade, If you don't speak international language, How could foreign investor understand What do you mean? 对不对？现在我们的首相好料，他下令国际贸工部写信给非洲用马来文，写信给习近平也用马来文，他也下令我们的外交部写信给意大利的梵蒂冈天主教的教宗用马来文，原来教宗也会马来文。我们绝对不反对马来文，马来文是国语，我们一定要加强。但是你不要忘记，马来西亚在80年代90年代外资涌进来，就是为什么？其中一个关键就是因为马来西亚的英语掌握水平高。 The command of English is there. After Singapore, Malaysia is always second place in ASEAN. 我们从来都是东协的老二，新加坡是老大，最多外资，马来西亚都是老二。今天给这个伊斯麦索比里还有这个马哈丁搞到来，马来西亚这几年的外资已经从第二，今天第一是新加坡，你知道谁第二吗？第二现在是越南，你知道谁是第三吗？第三是印尼，谁是第四呢？第四是菲律宾。马来西亚排第几？排第五。Toyota 也好，人家说你排 high luck 了， high luck 都跑去印尼开厂了，不 high luck 啊！所以渣的公司看到你这个政府根本都没有国际观，根本都不知道什么叫国际贸易，怎样在这边投资。所以为什么我告诉大家要换政府？还有第二，马币为什么一直跌？新币又不见得这么跌，新加坡都没有起利息，你知道吗？可是新币越来越强。昨天啊，我朋友在新加坡，他说那个人民币换新币第一次破1:5啊，
新加坡的那个 money changer 挤爆头，全部人寄钱回中国。为什么？新币稳稳啊，稳稳假币混啊，马币呢就假捞晒，一直捞晒。为什么？新加坡1963年9月16号希望让你下底嘛，是跟我们同一家人，才短短几十年，人家换了政府，人民行动党李光耀、吴作栋、李显龙执政以后，他们把全世界的人才聚在一起，他们的政府反贪倡廉，打击腐败，他们推动世界级的教育，推动世界级的经济建设，所以呢，外资的钱一直涌来，这就是两个字，信心。马来西亚不是不好，我们如果有一个好政府，好像陆兆福这样，你给他做十年部长，把这些精英拉进去，搞好的把国家搞十年。我告诉大家，新加坡啊，到时候我们是老大，新加坡最多做老二。为什么？因为新加坡连喝的水都是我们 supply 的，对不对？新加坡的客工、马劳都是马来西亚人，但是我们就是因为政府烂。就好像当年东这个阿卜杜拉巴达维的口号，全没浪，可没浪，特别浪，最后就变成真的烂，根本烂，特别烂啊！哎，这个讲真的，其实哦，你今天讲起来，我们的国家其实是非常的好，只是没有一个好政府。当时呢，我们看到的希望，但是只做了不到两年，不到两年能做什么？一进去里面，安嘎松巴都用了三个月。对不对？公务员全部都是国政的人，什么本阿拉、顶巴兰，我们安顺市议会就好。你问嘉良进去里面做市议员，天天呕血啊！我看他的血压，对不对？当时我见他是120:80，后来他做了市议员，飙到170，差一点送进 IJN 里面 check， 要跟我辞职。他说：“那你怎样做？里面全部都是那种头脑、那种思想、那种文化，要改变。”是一定要的，但是就好像万里长城这样一步一步来。新加坡民谣啊，梁文福也有一首歌叫一步一步来，对不对？一定要改，因为唯有改革开放，我们国家才有前途。西蒙已经制定好了政策，来届大选执政即刻改革开放马来西亚，把这一个过去国政盟党垄断的，我们要做三件事情。第一，改革开放，结束垄断。第二，提高国家的生产力，不要整天租地租地马来西亚，不要租地租地马来西亚，一定要确保全国人民群策群力，把整个国家的经济振兴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提高生产力，改革开放，结束垄断，同时确保马来西亚反贪倡廉。你想想看，纳吉一个人，很多人说哇，他4200万做十二年，哎。然后罚款2亿1000万，很多人不明白法律就问我，我告诉大家，路麦刚啊，问问假逼混呢，吃钱是有后果的。你看啊，肥婆为什么罚这么多？啊，她老公4200万，根据反贪污法令，法庭没有的选择，法官一定要根据法令判他吃的钱的5倍，那就是4200万乘5，所以要罚2亿1000万，坐牢12年。肥婆为什么罚9亿7千万？因为肥婆吃了1亿4900万，1亿4900万乘5就是9亿7千万，对不对？你看，抓一个肥婆，我们可以拿回9亿；抓一个纳吉，我们可以拿回2亿；再抓多几十个，哇，路狼藉拜赌活血料，这些回家投一票，贪官逃不掉，一个一个抓起来钱，把它拿回来充公了，分给安顺的人，好不好？那么活血料了，对不对？不是没有钱，国家其实很有钱，全部给他们偷完、抢完、骗完，好像澳门骗局一样，柬埔寨卖猪仔一样，能骗就骗，能捞就捞。他们为什么这么怕？为什么一直要选举？因为一个一个排队，那个苏埃布洛的监牢已经装修好了，加上那个酒店也开张了，所以他们很担心要搬家进去里面住。你看我们那吉在坐牢之前生龙活虎，天天马路阿爸。朱莉马路阿爸，龙巴马路阿爸，啊，沙门马路阿爸，哦，戏院里面有马吉佬，马来西亚阿诺阿的马萨高，啊，这萨高又不要对，阿爸又不能办，马路阿爸，纳吉其实造成最大的破坏，不是偷我们的钱而已，他不只是台湾人讲的再留子孙祸延后代，
它最严重的破坏是破坏了整个马来西亚人的核心价值。我们的核心价值华社就是礼义廉耻。今天三名独中校长在这里，对不对？校长，我们教学生最重要就是做人要有礼义廉耻，对不对？那就教授你什么？偷钱有理，贪污无罪，不知廉耻是不要紧的、哦、你打你妈妈应该的，强奸你婆婆也不用紧。马路阿爸，马路阿爸，他这样子教你的孩子、啊、还有马华的名正的做他的左右护法，你想想呢，你自己想呢，如果你的孩子全部都是像纳吉这样子教了，全部都是跟你讲，爸爸我偷你的钱，马路阿爸，妈妈你的钱给我偷了，马路阿爸，你能怎样？然后你打他，你为什么打我？首相纳吉教我讲的吗？马路阿爸，你投国政，马路阿爸。各位，这种价值观一下来啊，不是我们国家破产了、啊、是整个民族都会毁灭、啊、因为当一个民族丧失了礼义廉耻之后，就好像孟子所说的，我们的过去华人有两大先师，一个孔子，一个孟子，孔孟，对不对？孟子有一句话说，人之异于禽兽，己奚也。人跟禽兽什么不一样？哎，我问安弟安哥，人跟狗什么不一样？人跟狗什么不一样？人是万物之灵，狗是禽兽。狗可以在门口跟他的狗母当街做爱，你会跟你老公当街做爱吗？脱光光会吗？你不会吗？对不对啊，安弟你在那边偷笑，我知道你不会，当然不会啦，因为人跟禽兽不一样吗？人有礼义廉耻，对不对啊？懂得出来穿衣服，不会做体裤穿了在街上跑来跑去，因为你有礼义廉耻吗？那就是教你什么的吗？不用的，打败呀马路。所以各位，这种啊一荼毒下去，就使到整个社会完蛋了，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全部最后变成一个完全巴利亚的这一个国家。今天我讲这一番话，因为916是马来西亚成立59周年，温故而知新，当年建国的先贤把这一片土地交给我们，就是要看到多元民族，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卡大山人、这个都顺人啊，都是一家人。我们凭着多元，我们要团结所有多元开明进步的力量，来打造一个真正属于全体马来西亚人，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不分文化，都是一家人的国家。这就是我们行动党1966年3月18号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坚持到底的马来西亚，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这就是真正的916的建国精神，我们永远不敢忘记。曾明星虽然离开了，嘎巴星虽然离开了，但是今天倪可敏、陆兆福、黄瑞麟、黄家和，我们棒子交在我们手上，我们永远都不敢忘记，行动党的人站得起，站走出来，站出来，第一句就是我们相信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我们有原则，我们有理念，我们有抱负，我们只差一个机会。如果能够给我们5年10年，我很公平的，你让我们做2届，做得不好换政府，民主国家人民当家。但是不要说不给机会就讲人家不能做，我们用我们的整个施政理念可以证明给大家看，我们不但会做，而且会做得比国政好。所以今天我非常的开心和感动，虽然行情不好啊，安顺啊不容易啊，前面这些啊一座要卖2000块，已经打破安顺的记录，这个行情是全场爆满，非常的不容易。我在这边代表我们全体安顺火箭服务队感谢大家，谢谢，感恩有你，没有大家的支持，行动党什么都不是，我们永远都是一个从群众中来从群众中去的政党。所以希望我们大家今天晚上是一个新的开始，国政国门做政府，人民过得好辛苦，改朝换代换政府看你的了。谢谢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感谢。我也今天顺便，刚才虽然说行情不好，嘉良给我一个好消息，
虽然大家也买了票来，刚才我们的志工、拿着这个罐子跟大家筹款，你会问为什么行动党这么辛苦？你以为我们跟你筹款，我不会排泄，我也很排泄，可是为什么还是要这样做？因为行动党是不湿脚的政党，行动党不搅水，我们不湿脚。你可以问陈鸿基董事长，你可以问胡校长，我们给独中的钱，我有跟你拿一分钱 commission 吗？我们有没有做2500万？我的手全霹雳到处派，都是讲到做到，钱马上到。我们7国18州25支火箭，这边有好多个国州议员，每一个去派拨款都没有拿过半分钱 commission 的，只要有任何一个议员敢拿，不要讲说一块钱，拿一分钱来借大选，即刻除名，没有候选人做。所以行动党是不一样的，行动党绝对跟马华不同啊，不会像哇有些拨款5万，其实真正钱才来3万2万，你知道啦，路债就好了免讲的嘛，路债的话债就好了咯，对不对？行动党绝对没有这回事，我一年派2559万，都是讲到做到，钱马上到，校长可以做证人，董事长可以做证人，我们都是这样，因为我们相信这是来自人民的血和钱，我们相信廉洁的政府跟腐败的政府，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所以不贪污的政党，如果没有你们捐钱，我们去那里出粮，我们去那里在办这么多活动，去那里对安顺这么多建设，靠的都是大家的支持，所以刚才筹款也有一个非常令人鼓舞的成绩，总共5位数，16223块，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特别感谢南德瑞，瓦纳甘。